中，会感觉真后悔。夏姬，我真后悔。谢天龙，唔通对别人心存猜忌，但过我却经验，听信。其实令我风寸大乱，我实在不知道应该都要安怎做才好啊。天地啊，我知道天宫暂时由你掌管，我即是前往京下向世尊请愿。好，你速去速回，你放心。
将军书啊！啊玲珑是我修罗界骁勇仙剑的何玉龙，林可宰啊，咱今日为何出剑？哼，因为咱以天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为什么？因天人的土瓦地的天顶享受天上之乐，那阿修罗就爱躲在海底，在那卡底的鬼子子，连苦甘愿啊！不甘愿，不甘愿。人家可恨的是，印度罗伊既然用干戈抢走咱修罗界最美的女子，也就是怪女子下子，因今日。会用起安尼做，明日就会当抢走恁的轿，恁的女儿是将小人的刑警林甘明的官娘，不可原谅，不可原谅，将军书啊，火火冲天。剑为正义，一命开重难。正义的天，无兄在，一切剑敌可以逼迫先帝，你观看咱出剑胜算如何啊？是。天下天破玲珑，天地苦恰出天降，咱出剑必定得胜啊！顺应天命，随灵反空，一击出好令出兵，是将军速听令，攻上苏密通。是。世尊，请世尊为我开示。天地，你有何烦恼啊？世尊。不定数，
怎样？爱如何做？才能安稳里面？爱如何做？才能无所忧虑？爱如何做？才能得到如来赞叹？你的疑问可是如此啊，正是如此。现在，现在，今日我当为你开心，感谢世尊。小肚清辉，保安眠，小肚。一粒精子，尽在咱人的心田之中，伊会慢慢长大，发酵生机。那是无将伊消毒，最后就会予伊吞咽啊！世尊所言，是是呀。修罗王就是如此啊，世尊已经知影此事了。受我原本是一番的好意，想不到竟然造成这种后果啊！天地，你不用太过自责，今日之事也是爱看修罗王伊心中的精子啊，精子，清辉精子。
地可地久，修罗王是因为火顶的阴影，才来道生为修罗王啊！请世尊明示，修罗王过去世，曾经是一位善车人。伊每日过河捡茶为生，每一次拢险险就予大水吞灭，但总是化险为夷。有一次，伊去遇到一位沙门，伊就向那位沙门虔诚供养。这位沙门接受供养之后，将伊手中的棒弹到空中，就安尼消失在伊的眼前呐。迄位善车人当场跪地发慌，希望来世会用的拥有高强的神通啊！哦，世尊，也得无沙门啊！修罗界众生，就是因为嗔心、骄慢心、疑心，来道生出界。